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三里镇农会为着要庆祝成立百年的日子，将会在11月18日甲19日这两天，联合三里镇公所甲复兴宫盛大来举办庆祝活动。各位邀请大家做过来报名参与上届月在地特色的路跑活动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农会除了有准备各种的美食特色料理，要给大家吃免惊，也还有丰富的礼品和母菜品，要给参与活动的民众会当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这一道一道真有特色的美食料理，三里镇农会将会在11月18、19日两天，要让你来报名参与因所举办的百年庆路跑活动，就会当让你免费吃个饱。西罗连连稻香超半马，咱就要来开始啊！请各位踊跃来跟报名。这个路跑跟别位的路跑较无同款的所在，就讲，咱18号开始，只要来报道的选手，咱就开始有通食食食，食到19号结束，咱还佫有通食。人要活到百岁真无简单，一间的农会会当成立8年的时间是更加难得，所以今年三里镇农会成立百年庆，就特别扩大来举办。除了有路跑活动，佮联合三里镇公所复兴宫，将用两天的时间。没有大家看到在地上水风景，吃上好吃的美食，搁请来观测五路参赛者。先说这以后吼，咱搁有一个高空烟火秀吼，咱了高空烟火秀啊，所以这是拢啊以非常高的规格来策划这个活动啊，希望全省有兴趣的选手拢用来跟报名参加，来跟共享盛事，来跟见证着三里镇农会走过100年的生日安尼。这用办喜事心情来举办活动的三里镇农会总干事廖金虎表示，要让大家有吃够有料，所以一定要来参加这难得的农会百年庆活动。我们这届除了特别庆祝我们三里镇农会100周年庆以外，咱嘛要来推广着咱三里在地这农产品。不但呢，咱今年奖品非常丰富，只要报名参加，咱拢有一张摸彩券，咱内底有百万摸奖品，所以农会这届非常用心咧策划这个活动。三里镇农会将要伫11月登场的百年庆路跑活动，将要带大家走过三里大桥、三里老街、甲餐园、菜园以及百年的庙宇等等。比赛以后，阁会当食美食、甲摸彩等。农会就是要大家留下一个上美好的回忆。记者郑欣。长不多。